到一个人，他来自中国台湾，他是中国台湾的流行音乐歌手，同样是演员，同时还是主持人。他的歌曲呢，脍炙人口，很多人都传唱他，都特别特别的爱听。接下来，我们掌声有请黄品源先生，有请。是的最中央，我想起眼泪的决心，你说愿意的那天起，后来怎么消失去，再也没有任何音讯，我是怎么能让你死心离去。书桌上，你好。啊哈，哇，哎，谢谢。公路上前是日进的向前，不断的奔跑，痛追来了，甩不掉。Yeah，come on。我听见海浪的声音，站在城市的最中央，我想起眼泪的决心，你说愿意的那天起，后来怎么消失去，再也没有任何音讯，我是怎么能让你死心离去。我听见海浪的声音，站在城市的最中央，我想起眼泪的决心，你说愿意的那天起，后来怎么消失去，再也没有任何音讯，我是怎么能让你死心离去。卷起海浪的声音，刺穿我发烫的身体，像一个刺青永远抹不去。我们亲爱的金，帮我换支话筒好不好？我们亲爱的，还有没有话筒？没电好像。
二号，帮我开一下二号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因为再大声一点，谢谢。二号，再大声一点。好，不好意思，刚刚这个哎太大，哎小一点。好，我们亲爱的金湖的朋友们，大家好不好？听说我们金湖的朋友是最热情的，欢呼只有这么大声吗？好不好？对，今天非常开心。孟之然为了回馈我们金湖的亲朋好友们，举办了第18届的荷花节演唱会，邀请到一位实力派偶像男歌手，非常荣幸，这个人就是我。希望我的歌声可以带给金湖的朋友们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，好不好？好，只有这么小声，好不好？后面的朋友们，我要听到你们的声音，好不好？有没有人叫小薇？好，那我叫小薇，你们喊薇，好不好？小薇。看哪边比较大声，小薇这边。哦，不错。这边，小薇。这边比较厉害哦。那我们中间不可以输给他们哈、哦，小薇。哎，要不要听这首歌啊？要这么小声？要不要？要。耶，会唱的跟我一起唱，好不好？Come on, music, please. 来，会唱的一起唱。我们再来喊一次，小薇，薇，再大声一点，小薇，我过来这边好不好？耶。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，她的名字一起唱 ，Come on！ 她有双温柔的眼睛，她悄悄偷走我的心。小薇呀，你可知道我多爱你？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，看那星星多美丽，摘下一颗亲手送给你。谢谢。这边的朋友好不好？ No, oh, oh. 谢谢。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，她的名字大声一点，她有双温柔的眼睛啊，他悄悄偷走我的心。小薇呀，你可知道我多爱你、啊、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，看那星星多美丽，摘下一颗亲手送给你。小薇呀，你可知道我多爱你，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，看那星星多美丽，摘下一颗亲手送给你。Yeah.
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您的热情。虽然今天我们荷花节晚会有很多歌手，但是我们金湖的朋友给我的热情，让我好像在开个人演唱会一样的这么的开心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如果再来一首，我有一首歌一定要唱的，那就是我的个人的成名曲，有八个字，你知道是哪一首歌吗？你大声念给他们听。对不对？有没有听过这首？来一起讲。太好了，你们点到了一首世界名曲。我要非常感谢帮我写这首歌的老师，因为这首歌啊让我成名哦，这首歌也让我每一次到每个地方都必点必唱，也造成万人合唱的一种场面。非常感谢帮我写这首歌的老师，所以我在这边也要很慎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写这首歌的人就是我自己。啊，这样没有一点欢呼声哦。如果你也会唱，如果你曾经也失恋过，如你曾经也唱着这首歌挽回了你的女朋友，或者是你唱着这首歌疗愈你的心伤，我们今天就在这个荷花节的演唱会当中当做自己的卡拉 OK 一起唱好不好？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 Come on, music please。 给你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，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，美丽的梦何时才能出现，亲爱的你好想再见你一面。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，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，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？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？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没有说一句话就走。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对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却没有感动过。对你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，
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。美丽的梦何时才能出现，亲爱的你好想再见你一面。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，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，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，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。会不会唱？我听你们唱好不好？三四 come on。舍得我难过，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。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，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却没有感动。谢谢我们幸福的朋友们，谢谢。